玄奘菩萨赞。广大如虚空，解经第一，论义第一，破邪显正，理事圆融，无量劫前大愿将成满，玄奘菩萨摩诃萨。少时明心，眼见佛性，回复会解脱，取诸圣教归中国。圣解弥勒大士开示，依贤劫未来佛，法大士陈那菩萨护念提携，润意说法，早治恶见论，扫荡邪见，去女成威震武艺，大圣天响彻天际。开示法界根本心，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又名真如，无人无法无我，随应能生万法，一切有情皆由此心，大圣菩萨依此心毕竟至于佛地。中国佛法正义从此习，大师翻译讲学解惑造论，开启禅宗教下曙光，破解分宗立派迷思，支持宗门一花开五叶，唐宋禅法起盛世。矗立圆满法教在中国，
早成为世论，辉映于伽师地论，正成第八阿赖耶识。中国一圣者，承担末法事业，常在人间兴圣教。我辈生死永相随。金翠一场，一万人千古一轮成为师，万代宗门显归依，虚空幽寂愿无万代宗门显归依，虚空幽寂愿无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龙翔辉老师以及徐慧琪艺术总监所率领的风雅颂古筝乐团的精彩表演。